I used to do that sport over there many years ago. Would you like to try now? Not right now. Got bad leg. 好莱坞巨星杰森·斯塔森日前为了电影《巨齿鲨》到北京宣传。电影中女主角李冰冰也聊到和杰森·斯塔森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，竟然是180度的大反转。我的华纳也好，导演也好，至少给我们一个特别官方的介绍，说，哎，这是杰森啊，这是冰冰啊，你在戏里合作，没有来这种介绍，或者还没有来得及。那一天我拍摄的时候，正好我出去去洗手间，正好他来了，我心想，不是没有这人吗？他是来做那个服装造型的。我说啊嗨，然后他也跟我嗨，他一嗨我就吓一跳，因为他给我的感觉都是戏里那种特别酷。特别的不动声色搞定一切的那种 top man， 怎么会笑的？这就是杰森给我的第一印象。虽然说李冰冰已经不是第一次接演好莱坞电影，但对母语不是英文的她，面对导演不断改词，还是吃尽苦头。开始背词，各种背，以应对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可怕的导演随时改词的问题，然后呼吸来调节我内心对他的愤怒。他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在改词儿。他改词儿那时候，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，3个月我都已经适应了。然后他悄悄地跟我那个英语的助手说：“你看，冰冰今天没有噎我，没有骂我。”唯一应该感谢他，就是他提高了我在短时间内对英语的这个学习、驾驭和使用力。